俊宇，你要种什么？啊？种葡萄。Maddy， 你要种什么？种西瓜。啊，西瓜好棒。威利要种什么？我要种西瓜。哦，你要种西瓜啊、哦！西瓜很漂亮哦。陈丽要种什么？大声一点。葡萄。你要种什么？黄子成。芭乐。乔毅要种什么？你还没想到是不是？好，彤彤要种什么？葡萄。西瓜。好，我们来看这边小朋友要种什么。Jasper 要种什么？要种水梨。水梨，你最喜欢吃的，对不对？杨伯君要种什么？花。花要送给谁？送给妈妈。哦，你要种什么 ，Monica？ 西瓜。西瓜。你要种什么？花花。Jimmy， 种什么？花。花花要送给谁？要花送给妈咪。哦。徐俊宇要种什么？凤梨。凤梨哦。是啊。好吃吗？好吃啊，甜甜的，我最爱吃了。还有甜甜的。你要种什么？葡萄也甜甜的。陈妍琪种什么？陈妍琪这是什么？你种的是什么东西？是葡萄吗？是吗？啊，你没有跟我说我要种葡萄啊、哦。种什么？西瓜。西瓜。来 ，Tracy 种什么？苹果。苹果。小饼干种什么？西瓜。西瓜。嘉恩种什么？西瓜。西瓜。安安种什么？西瓜。西瓜，西瓜呢？西瓜不见了。啊，西瓜不见了。陈乔毅，你要种什么？种葡萄吗？那是葡萄吗？是不是？是不是？啊、哦，好。